N 公司你好，我是 B 公司，想跟贵公司购买砖头，这是我们需要的数量，请你看一下。哦，买这么多个啊，真是我们大客户哎，那一定要好好招待你一下啊。那我就请我的秘书。来，这是我们的合约。如果你觉得上面的价格合理的话，就在这里签名。这是新来的订单，今天大家不用回家，加班。太多了！太多了，不要工作了！哦。